演员孙艺珍在今年年初认爱男神玄彬后，恋情曝光，不少网友除了线上祝福外，也纷纷夸赞他们两位很般配。近期也有眼尖的网友偶然发现，孙艺珍与玄彬交往后，原本就仙气满满的她，似乎变得更美了呢。日前，孙艺珍也接获时尚品牌2021秋冬线上大秀的邀请函，而孙艺珍也穿上了一件蕾丝嵌花丝质衬衫，搭配简约的牛仔裤与大铆钉平底鞋，展露出春意满满的气质。此外，她率性且不失女人味的穿搭，加上欧尼的招牌迷人微笑，更添加了温柔的氛围。看到照片后的粉丝们也兴奋地大喊：“欧尼又变得更漂亮了，太犯规喽！”